骑马了，驾驾驾驾。嗯。妈妈要去画什么？要。我去给你拿了。好。喂，妈快点呀！打过不嘛？我打过哈，好好好，我马上来拿。拿来没有花生啊，王子欣？走，你拿快递给老公。妈妈，花生来了。好嘞。哇，这么多啊！我的天哪。走，去拿快递了，去看是什么东西。走，洗店名称去。妈妈，给你抱一个吧。忙点哈。妈妈，我这个是。走。妈妈。哎。这个是大闸蟹。你怎么知道是大闸蟹？因为这个草草长得很像大闸蟹。哎，还真的有点像哎。是哦。回去拆开看，我这个是大闸蟹吧。好的，我接下来看一下你说的损不损哈。嗯，走，快点，快点，快点！猪猪，我回来了。回来了。我看一下你这个到底是啥肉？大闸蟹，是大闸蟹，是大闸蟹，是大闸蟹。哇，大闸蟹！我的天哪，这么大一只！我的天，几个？八个。对了，没有。八个，八个，你手上的就是八个。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咦咦，你眼睛看我啊！你眼睛你看我呀？你怎么老是看我？我等一下就撕你了，你还看我？你还看？这个是哪个给我们买的？上次舅舅给我们视频不是给我们说了买大闸蟹吗？哪次跟你说？跟我们视频说的呀。哦，这么多天了的嘛，他现在真的寄过来啊。打电话给秀秀看是不是他大气的，好不好？问一下小姨。你别看我，你别看我，你别看我。妈妈来了。哎呀，来啦，来。那么大的可以吧？黑福，哦，黑福，不可以跑。哎呦，你掉过油。哦，我踩了，踩了。不要踩。嗯。你看，你是从我你。全身都断了。走，松水。他放在这里了。出来了。那只小什么会长毛干？这么多毛，你看见了吗？为什么他们每个都有那么多毛啊？我也不知道啊。他的眼睛还看我。对呀，你还别看我。哎呀，
这是拐子的那么九九几过年了嘛，真难吃了，难吃了，可惜了。舅舅哪么寄过来嘞？舅舅给你寄过来了。嗯。哎呀，舅舅从龙虾哦，季节哪给你吃龙虾的东西？哪里名字就叫哪里名字就叫大闸蟹。大闸蟹啊！嗯。啊，我都搞不明白，我吃不得就喊你妈妈乱吃呀，对不嘛？我不想吃。给你妈妈吃，妈妈爱吃龙虾的东西。对的。我就是。哦，对呀、啊，忘记了。你吃了，饿死了，可惜弄死你，你给你搬进来。忘记去了，弄来吃了。你咋子嘛？我去搞杯红茶去。我打算了来帮你背。不背着的，你打针都要打针多久？打针那么久。你慢着打针嘛。爸爸，晓得做伤工，我都不知道。我给你妈去一六五打针。好呀的。我孩子咋个喊你们回来吃黄海了呀、哦、妈妈来了还没弄妈还没有起身抓过来还没起身呢、嗯、妈妈我来背啊你就把我东西嘛要不我背我两斤点了嘛要得你给我称我看两边等着穿我抱难过嘛，重得很，你抱不起。抱不起。抱得起，你抱好嘛，我又抱。哎呦，还有两块钱喽。哎，我背拢的嘛。啊。我背拢的。有的，有的，有的。辛苦了，辛苦了。过年成大事了吗？有。妈妈，你摸一下，出汗了。出汗了。哎呦，真的出汗了。没事，吃了大闸蟹就好了。吃大螃蟹了，快点。好耶哟！哪里啊？哎呦！我两节的，好热呀，出汗呐！哎呀，这好东西啊！嗯。好热呀，出汗。运动啊！哦，运动啊，这样子。哎呀，那个，快点来吃喽！我要吃汗肉。我要吃肉、这个是，哎呀，我老弟，我要吃这个是女朋友，你他妈好吃吗？滚不滚？不滚。慢点吃哈，来。你这是蛋蛋。我不想吃。不然咋了嘛？那粘土了。这个女朋友该有蛋，一眼我都是女朋友了，蛋该吃蛋好吃。你咋晓得？看到你看嘛，弄到庄园里。我看呀，奶奶是怎么看的？我知道。你看嘛，女朋友有蛋蛋。这种最好吃了嘛。哎呀，你这个意思。哎呀，这我小乖子吃，该吃还吃。哎，娃娃吃这种，这边面这个吃的。这个是不嘛？不吃吧。
OK， 好吃啊。就分的。是的，嘴巴有嘘嘘的。哈哈哈哈哈。给，慢点吃。